是室友琪琪给大家跳舞，欢迎大家来到绝学三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大家别忘了把五星五星嗨翻天的预约点一下，然后别忘了点点我的直播室通知，这里有个直播室通知，我打上勾勾就好了。手机护在我的头顶上方有个橙色的桃心，点亮就好了。然后别忘了关注一下123号麦，右键关注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又给你们跳舞。选一下音乐啊，别忘了点点关注啊。我们选一下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两支舞，选两首歌。嗯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然后我们扣一下一二三，然后我截个图，好吧？看得清楚吗？有点反光。一二三，
我截个图靠一下。等你，第二首，先扣一下一三吧，有第二首了，扣一下一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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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，第一首，好的。那就是从第二首开始，然后二一，然后大家送送鲜花，然后别忘了送送鲜花，点点心，谢谢。点直播室通知，这里有个勾勾，手机呼叫我的头顶上方。觉得好看的话可以点一下琪琪的关注，谢谢。电脑用户在这里，手机用户在这里，这里有个五星五星嗨饭店的预约，别忘了预约一下。我们选一下衣服，下一个麦序需要穿的衣服。
黑色短裤加黑色吊带，或者是粉色的吊带连衣裙，一还是二？我们扣一下，我截个图。妈，你小声一点儿。我截个图，一还是二？第一套短裤加黑色的吊带，对，我四川成都的。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舞，首歌，上一首叫然后刚刚那首